让让哥哥，我们走吧。苏大大。嗯。正常点。江江，我好像有点紧张。哎呀，别紧张，你记住我跟你说的几点啊，这是准能成啊。哎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先走了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改变你的说话方式，软一点，嗲一点，撒撒娇。最关键的一点，要叫他哥哥。很多男生都吃这一套。嗯，让让，这里。你到这儿很久了吗？啊，没有啦，人家也才刚到。让让哥哥，我们走吧。苏大大。嗯。正常点。嗯。哦，人家刚才嗓子不太舒服，现在好多了。走吧。第二步，制造身体接触，例如不经意间碰到他的手臂，不小心跌进他的怀里，怦然心动的感觉不就来了吗？哎呀，好险，让让，还好有你。你没事吧？怎么？还好反应快呀，不然就你这二两肉，得摔够呛啊！抱歉啊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好，我们往里边走一点。最重要的第三步，暗示，表白也是需要铺垫的，你得让他知道你的想法，这样再表白成功概率大大提高。怎么了？让让，我最近压力好大呀，我爸妈想让我30岁之前就结婚，那我29岁就得订婚，28岁就得见父母。我觉得谈10年恋爱正好，那算下来我18岁就得谈恋爱了。那再过几个月你就19，还来得及吗？那我觉得谈9年也勉强可以。让让，你是白羊座吧？我昨天看星座书上说，白羊座跟射手座最配了，正好，我是射手座。我过阴历的生日，算成阳历的话，我是双鱼座。其实星座也不是很准。